欢迎来到我们的消费简报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刘英子。今天我们有几个非常有趣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首先，亚马逊推出了一款小型电锯，现在只需$30，原价$80，超过60%的折扣。这款轻便的工具非常适合修剪树木，使用方便，深受用户好评。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一个惊人的淋浴头优惠。 Hopper Pro 高压淋浴头现在仅售$15，降价50%。这款淋浴头不仅耐用，还有5种不同的设置，可以提升水压，让你的淋浴时光变得更加舒适愉悦。最后，我们要介绍的是位于加州莫德斯托的梦想博物馆，将于10月开幕，展出350多个代表不同职业和文化的娃娃，旨在激励每位访客追寻自己的梦想。这将是一个充满教育意义和互动活动的地方，非常值得期待。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Yahoo US 报道，当前正是修剪树木的好时机，而 Amazon 上的 Seeker 迷你链锯正以$30的超低价格热销，折扣超过60%。这款链锯不仅轻便，重量不足3磅，而且配备高效电机，能轻松切割较粗的树枝。用户们纷纷表示，这款迷你链锯在处理小树枝和幼苗时如同热刀切黄油般顺畅，许多人认为它是小型园艺工作的完美工具。尽管在切割特别厚的树枝时可能会有些吃力，但它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色，尤其适合需要定期修剪的树木。同样在 Yahoo US 上， Hopper Pro 高压花洒头的价格降至$15，折扣达50%。这款花洒头提供5种不同的喷洒模式，能够显著提升淋浴体验。用户们称赞其如同在热带雨林下冲澡般的舒适感，特别适合水压较低的家庭。尽管有少数用户在安装时遇到了一些小问题，但整体评价极高，超过17000条5星评价，让它成为了市场的热门选择。对于想要以低成本提升卫浴体验的消费者来说，这款花洒头无疑是个理想选择。此外， Yahoo US 还介绍了位于加州莫德斯托的 Be Anything Museum 即将于10月开幕。博物馆的创始人 Lord Urende 希望通过展示他的350多件芭比娃娃，激励人们追求自己的梦想。博物馆的主题“你可以成为任何人”反映了芭比娃娃所传达的多元化和包容性。Urende 在职业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今希望通过这个博物馆帮助更多人实现自己的潜能。博物馆的开幕仪式定于10月9日，届时将欢迎公众前来参观，并计划通过捐赠的方式收取入场费用。Yahoo US 报道，2024年 NFL 赛季首周，坦帕湾海盗队将在主场迎战华盛顿指挥官队。这场比赛将于9月8日下午4:25开始，地点在坦帕的雷蒙德詹姆斯体育场。新秀四分卫杰登·丹尼尔斯将首次亮相 NFL， 而海盗队的贝克·梅菲尔德也将出场。比赛将通过 Fox 电视台直播，球迷们还可以通过 Football TV、DirecTV 和 NFL 加等平台进行观看。海盗队和指挥官队的交锋不仅是新赛季的开端，也是两位四分卫之间的较量，吸引了众多球迷的关注。在 WNB 方面，印第安纳狂热队的凯特琳·克拉克将在主场迎战亚特兰大梦想队。这场比赛同样在9月8日下午4点开始，地点为印第安纳州的 Gainbridge Fieldhouse。狂热队已经锁定季后赛名额，但他们仍需争取更好的排名。比赛将通过 ESPN3 和 WNB 联盟通行证进行直播，球迷们可以通过 Football TV、DirecTV 和 Hulu 等平台观看。凯特琳·克拉克作为新秀备受期待，球迷们都希望能看到他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同样在 NFL 首周，拉斯维加斯突袭者队将在洛杉矶充电队的主场 SoFi 体育场进行对决。这场比赛定于9月8日下午4:05开始，由 CBS 进行直播。充电队的新任主教练吉姆·哈伯回归 NFL， 四分卫贾斯廷·赫伯特将带领球队迎战突袭者队的加德纳·敏肖。球迷们可以通过 Paramount 加 Football TV 等平台观看这场比赛。随着新赛季的开启，各队的表现将备受关注，球迷们期待着一场场精彩的比赛。Yahoo US 报道，
2024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单决赛即将上演，意大利选手贾尼克·希纳将与美国选手泰勒·弗里茨对决。此次比赛是本赛季最后一场大满贯赛事，吸引了众多网球迷的目光。比赛将在纽约的亚瑟·阿什球场进行，预计于东部时间下午2点开始，观众可以通过 ESPN 及其流媒体平台 ESPN 加观看比赛。此外，ESPN 还会在多个频道直播赛事，为没有有线电视的观众提供了多种选择，如 Fubo 和 Hulu 加 Live TV 等流媒体服务。在2024年 NFL 赛季的首场比赛中，迈阿密海豚将在主场迎战杰克逊维尔美洲虎。海豚队的四分卫图阿塔格瓦伊洛亚将出战，而美洲虎的四分卫特雷弗劳伦斯则被任命为队长，带领球队迎接新赛季。比赛将于东部时间下午1点在 CBS 频道播出，同时也可以通过 Paramount 加等流媒体平台观看。这场比赛是两队本赛季的首次交锋，备受球迷期待。同样在 NFL 的另一场比赛中，田纳西泰坦将于同日与芝加哥熊队对阵。泰坦队的二年级四分卫威尔·莱维斯将首次在赛季揭幕战中出场，而熊队则将迎来他们的首轮选秀新秀卡勒布·威廉姆斯，标志着50年来首次在首周比赛中首发新人四分卫。比赛同样于下午1点在 Fox 频道直播，球迷们可以通过 Fubo TV、Direct TV 等平台进行观看。随着新赛季的开启， NFL 的各项赛事将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体育盛宴。谢谢您的收看。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6du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Morning sunlight on the street, city whispers soft and sweet, faces mix in daily grind, every story intertwined, cultures blend like colors bright,Languages in the silent night. On the table, stories told. Food and feast upon so bold.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Society and rhythms beat,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echoes of hours and fears, laughing through our unseen tears,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park, drawing dreams till after dark.Elders speak of days gone by, washing shadows from the sky.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Society